请问一下哦，你做完零一，希不希望它自动跳到零二，对吧？请问一下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做完就要跳到这一张工作表来做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请问你怎么样可以让它自动跳到下一张来做？当你把前一张做完，就删掉就好了。听得懂吗？前一张删掉，请问你会不会删除这张工作表？会吗？好，所以游标落在这边，我们继续去录制剧集，开发人员剧集，录制剧集，剧集八，好，没关系。然后滑鼠右键。删除，然后停止录制，就是这个剧集八的内容叫做删除工作表，所以这应该是第几个了？第八个动作，零八，删除工作表，你看它这边是不是选到？可是，请问我是不是针对作用中的工作表要删除？所以要把这个内容改成 active， 作用中的工作表选到之后去做删除，所以把它放在这地方，复制贴到。贴上，可以吗？就是当你做完，我就要进行工作表的删除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成功。例如说，现在我们做04，好，开发人员聚集执行它，然后他就说。这张工作表即将永远删除，是不是就删掉了？有听得懂吗？你在执行，例如说05，可是04已经在这边咯，知道吗？04已经，我已经产生了这个档案咯。好，我们再随便再去做05，开发人员聚集，一样执行它，永远删除。你会不会觉得那每一次都要去按那个删除是很讨厌的一件事，对吧？